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今天我们来对比一下赵云的白执事和龙胆，看看这两款皮肤的特效差距有多大。首先说说造型，白执事虽然用的是原皮的出场动作，但模型是很帅气的，主要是白袍好看。龙胆是五虎将皮肤，出场动画自然不用说了，模型也是比较帅气的。两款皮肤站一起，伟哥觉得还是白执事更帅气一点。走路动作两款皮肤是一样的，就不做什么评论了。普攻特效对比，白执事的特效是带有一些紫色的效果，龙胆是带有一些蓝色的效果，而拖尾特效看起来还是龙胆的会好看一些。一技能特效对比，龙胆像一把枪一样穿插出去，效果是非常不错的，再接普攻的特效也是很好看。白执事的一技能特效看起来比较简单，但颜色还是挺好看的。一技能特效，伟哥觉得还是龙胆比较好一点。二技能特效对比，龙胆是这样的，白执事是这样的，就特效颜色来说，两款皮肤差距不大，不过龙胆毕竟是新皮肤，在一些细节地方处理的就比较好，所以二技能还是龙胆会比白执事好一点。三技能特效对比，龙胆在落地的时候会有一个守护灵出现，效果看起来非常不错。白执事就是普通的效果，但颜色特效看起来还是挺好的。最后总结一下吧，两款皮肤造型上，伟哥是比较喜欢白执事的，特效上还是龙胆会更好一点。那么小伙伴，赵云的这两款皮肤，你们更喜欢哪一款呢？更多英雄皮肤对比，记得点击关注哟。我是伟哥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